他说他太壮了，这样哪里有很壮，面就胖好不好？他的一直转，喂，一样哎。今天在哪里？哎呦，差点。OV 超准，果然是教练啊。一直撞什么样啊？这个，我们来转变换场一下，我们来换一下一个小孩子拉E的类型。啊，以为这大家没有进部分，我们来看 Chris 怎么撞人的哈。哎，这个17号也是不会打球的一种。Chris 一直虐待这样，一直撞这样，滴滴滴，滴滴滴，蹦蹦蹦这样。来，往后看一下这样。They are muting， 阿静的这样。拉鲁关呀哟，阿拉，阿拉，拉鲁。耶！别撞到跌倒的部分。等下 ，Chris 看到这个有点笑死。他是在假摔吗？他在假摔。他已经有点难堪了，还是有点尴尬。哎，有了有了！那个他说那个要在一颗嘛，他要证明自己的实力的部分。他们的实力根本不相当，好不好？随便就能撞飞。好啦好啦。